几岁？六岁。六岁了，对啊。我知道了。你才是明星吧，对吧？Are you the star？ 是的。You're my star。有一次在日本在逛街的时候，听到一个人认出他不认出我，就 a liar， 然后看，关系。无所谓，我就觉得蛮开心的。他们的那么多人很爱 Alaya， 他也蛮开心的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就看表情吧，有一些表情很像我。然后如果你要他做那个 model face， like he do Vogue， 就比较像树培吧。Hey， where's your boyfriend？他其实比较喜欢跟男孩子玩，所以我经常会跟他开玩笑，我说哦，你的男朋友吗？然后他说没有，我只有一个男朋友。然后我说谁？然后他说你呀、啊。有一天我跟你讲，很好笑。You want me to tell him? No, it's a funny joke. Just tell him, okay? It's okay, it's a joke.Don't be embarrassed. It's a joke. I know you love me just as much. 有一天啊，他睡着了，然后我跟树培就看电视啊，然后回去睡觉的时候，树培很喜欢，就跟他讲 ，Do you love me？ 就让他醒醒 ，Who do you love？ 然后他一定会说 I love you。然后有一次我就问他 ，Do you love mom or dad more？ 然后他说我比较爱妈妈。然后我就。他不承认，他有说过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没那么容易生气了，就看事情、看世界就比较宽了。街上碰到我的人应该也知道，因为现在我比较温暖了，比较接受去跟人家拍照啊、说 hello 啊，都是因为树培跟 Alaya 吧。